欢迎来到吱吱喳喳的森林，让我们一起来看黑猫露露的改变吧。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魔女丹丹。好，还有跟他的黑猫露露。我是。最想念黑猫露露，白天睡觉，最喜欢晚上，最喜欢最追逐小鸟咯。要说什么？好，这露露嘞，每次都忘记丹丹所说的话。这下丹丹终于生气了。哇，顽皮的露露被变成猫头鹰了。你好，我是猫头鹰，我要到房间睡觉。哇，猫头鹰站在树上面睡觉，睡着睡着，一个不小心。哎呦，我这里的猫。我这里的猫。哇，露露这次又变了另外一只小鸟。送出去，我要。哇，接下来露露又变成一个另外一只小鸟咯。猜猜看，天鹅。天鹅快点啦！变成什么小鸟？好，到了晚上，天鹅想回家睡觉了。将它湿漉漉的脚到处的踩得乱七八糟。开始。啊！天鹅不理他，不理魔女丹丹。于是丹丹，这时又变了另外一只小鸟咯，是谁？哇！这次露露变成被魔女丹丹变成了鸽子。魔女丹丹，白鸽子最喜欢什么呀？最喜欢到处玩。
你这样会不会到了晚上晚餐时间，跟露露看到丹丹魔女丹丹桌上有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，于是鸽子把丹丹的东西闹乱了。哇，这下的鸽子丹丹又变出来了。你好，我是我摸到新的白娃娃。你好嘞。哇，白头翁用他美妙的歌声。歌声。唱歌。我的名叫是小小威哥，今天我爱你，我是大家好。哇，这下歌白头翁。两个手牵着手，然后一起筑巢。啊，这下妈妈鸟妈妈生蛋了。然后你要怎么样？生下去。一天，两天。你要一天呢、啊？一天。哇，经过十四天，宝宝妈妈长大了，鸟妈妈在的食准备要出去找食物的时候，这下猪啊碰到了一位一只，这下蛇吓到马上躲起来了，然后。然后白头翁带着宝宝到处飞来飞去。要飞到河口边。好，看到白鹭鸶。好，鸟爸爸跟妈妈就说：“宝宝走吧。”好，宝宝长大了，爸爸就说要让他出去外面跑了，出去飞。你要说我想变回露露。
哇，变回露露的鱼刺跟他的，变回露露露的，他们哥的鸟做了好朋友，从此不再欺负小鸟了。哇，露露跟大家打的做变成好朋友了，露露跟大家变成好朋友，飞，然后来说话。